是让他跑了。别担心，此番已多亏了你想的法子。那也多亏了打神石。嘿嘿嘿，只要是法阵，那就是我的专长。我现在就去真正破阵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吓得连悟道石都不要了。他试过带走了，只是听说这其实比金城都重，又很难装进一般的空间宝具，而他身临巨损，仓促之间怕是略有未待。回头再见时，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帝中，不然太不厚道了。不是说如今的仙殿传人主四生合一在年轻一代中已不见敌手了吗？怎么会如此狼狈不战而逃？他敢伤我门下，我仙殿必定斩他。你们仙殿也太马虎了，一论两句都不肯吗？十号是我看中的少年，由不得你们随意欺负。不灭生灵，你施展星空印象挡我一击已是极限，我在此地等你真身一战。仙谷内的争端我自不参与，但若是等他出了仙谷，你们敢强行出手加害，休怪我从无人区出来后行灭门之事。哼，你越是护他，我越要斩草除根。我一直在附近进修闭关，你怎会受如此重伤？慌，这不怪你，任谁在闭关修炼之时都无法承受那等冲击。你也不必自损心境，只需设法最终胜过对方即可。想来此刻对方定也在追求迈出那最终一步，以此人的狂妄性格，纵冒天大的风险也绝不会放弃悟道石。我那闭关处地气特殊，悟道石难以移动，他若想借此修行，唯有就地闭关。如此说来，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正是，现在你只需迅速恢复战力，其他的交给我。鲜血本已融入我身，要不是遭小贼突袭，何至于此？一时之错罢了，鲜血始终还在，也终将属于你。这是神级水晶孕育的神丹，吞服之后有疗伤奇效。多谢你如此帮我。不必言谢，你若能战胜那人，让自身失去庇护，我也好更快的神胎合一。
还有，借仙殿令牌一用。我替你调仙殿之人去盯住对方，关键时刻也可扰乱其借悟道时修行，为你拖延时间。若真打悟道时的主意，他们也不会好过。你只需指令牌传令，将这些阵旗交给仙殿之人，他们自会使用。只需拖到我伤势复原。成了，悟道师是我的了。这等宝物，你可别糟蹋了。哼，我一路破除法阵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怎么是糟蹋的？还有后手伤人，逃亡之际也不忘在悟道石上设下埋伏，这地冲的城府不可小觑。自黄羽开始，仙殿之人每一个都善使诡计，可惜任他如何谋划，如今这悟道石也已易主了。哼，这个地冲下次见到我肯定砸他个结实的。哎呀，烧死我了，这地方太不安全了，咱们收拾东西走吧。报复也不急于一时，此刻你最要紧的还是利用悟道石修炼，迈出那一步，修出仙气。好，大神石，你去把周围的古书圣药搜了搜了，我来收这悟道石。嘿嘿，别说古书圣药，一块阵书我都不给他留下。好重，连你也无法搬动。如此说来，要不是有法阵在此，这悟道石怕是早已沉入地下了。你看，你也搬不动，不如让我吃了它吧。带不走的话，岂不是只能在此地悟道？不可，万一你进入悟道状态，恰好地冲返回，如何抵抗？大人吩咐，除非荒开始悟道，否则只需监视，不许动手。记住，我们的任务不是伤敌，而是扰敌。是。如此机遇，不可轻易错过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我参悟一下试试，你们为我护法。那你稍作尝试，不行就再想办法。切莫沉溺其中。依大人之命，召集休息，动手。悟道之际，别打扰了。这么防战人也不是办法。鬼鬼祟祟，还不现身？
真以为藏头露尾就发现不了你了吗？仙子，你贵为圣女在身，何苦如此？早早与主神融合，与我家大人携手纵横，岂不是好过跟在这小子身边，需步步小心，时时隐匿藏行？看来你不但受了帝冲之命，还得了月禅之教。仙子心思熟练，透彻非常，我不敢再开口多说，得罪了。仙殿的法阵逃脱了，逃了就算了，穷寇勿追。幸而你及时行转，这悟道时确有神效，瞬息之间便有精意，但想要悟出更多非片刻之功，所以我没继续耽搁。更关键的是，刚刚我察觉此处地气特殊，地下更有隐藏的法阵，所以才难以移动悟道时。隐藏法阵？那要是破掉它？没了那法阵干扰，这连仙道气息都可收纳的丹炉定可收去此宝。成了。如此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再给那帝冲一个惊喜。又得你出力了。嘿嘿，看我的，不过记得回头得补给我好宝料才行。我已完全复原，如今荒何在？大人，石浩与青衣无法挪动悟道石，又舍不得放弃，想来此时仍在尝试参悟闭关，只是他们十分警惕，并不曾同时闭关。好，今日我要让他们悟得强取机缘必遭反噬的道理。到底还是轻视了我仙殿传承，以为这隐匿法阵便能骗过我的生命啊。至尊道场，今日彻底断你传承。是幻想，中计了。帝冲，你可不如黄鱼老胡聪明啊，我在青灵界的八珍楼等你，不知你敢不敢来报仇。我、啊啊